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一位男子在海底潜水时竟意外发现美人鱼在弹钢琴，走近一看顿时被惊呆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现如今潜水运动深受人们的喜爱，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，同时呢还可以欣赏海底的美景。这不，一位男子在深海潜水时发现一名女子坐在海底弹奏的钢琴，男子也被这一幕看得傻了。据他说，在下海时就听到了悦耳的钢琴声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幻觉呢，静下来仔细一听还以为是美人鱼出现了呢，就赶紧朝声音的方向找来，结果还真找到了。只见一个身穿黄色衣服的女子正在弹奏着钢琴，更令人惊奇的是身旁还有个美人鱼雕像。于是出于好奇的男子拿出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惊奇的一幕，可以看到女子没有带任何的潜水装备。小编不禁想，难道她不需要呼吸吗？也有可能是她的肺活量比较好。小伙伴们觉得呢？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